爸爸大大的崇高版本。在每个孩子的肩而上，闪烁着四条特殊的幸运福气之线。第一条是神性的生命之线，第二条是来自神的滋养之线，第三条是神性的学习之线，第四条是无私的服务之线。尽管所有四条幸运福气之线都在每一位的前额上闪烁着、闪耀着，但闪耀的差别是清晰可见的。由于它的闪耀上的不同，而且在几条幸运福气之线引部延长上的不同，从开始直到现在，只有很少的孩子能够体验到所有四条幸运福气之线一直在稳步的增长。在中间，在一些方面，幸运福气之线已经断开了，或者是那个闪耀要么减少了，要么变得不清晰了。当他们看一个人的手纹时，他们看到有些人的手纹是断的，有些人是连贯的。有些人的手纹很清晰，有些人的不太清晰。所以 Bab Dada 也不断地看着孩子们的幸运福气之线，明白吗？Om Shanti。我只要跟我的父母亲同在。母亲和父亲，所以这是非
不是、这些就是充满爱的非常可爱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不是去属于，但是我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爸爸说你是 Brahmin 的家族，神性的家族的，你是属于这个的。所以我从我父亲那里呢，我的父母亲那里，就是想着这个继承权，我要如何一直使爸爸的事事荣耀爸爸，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家族，没有人可以说，你看他们是神的孩子，你看他们在做什么，不可以。所以任何的活动、个性啊、习性啊、sanskar， 我们所做执行的一切行为，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很充满激励的。所以首先我要知道，我要一开始我的一天呢，就是思念着我的父母亲，那么然后记着爸爸呢，他就是我的老师，父亲呢，他在跟我们就像老师一样在跟我们讲话，所以我必须要学习 not just to become a good student， 不只是成为这个学生，但是要成为神圣的，成为神人的。This study， 这是学习，真理的学习，智慧的学习，增加我们的能力，无论是辨别的力量，我们心智等等，一切，我的思想。The words I speak，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所以老师正在教导我，对吗？你们了解吗？明白吗？老师正在教导我，谁是老师呢？就是这个神性的老师。我们应该要有这么多的陶醉感，然后我记着爸爸就像我的向导，一整天呢记着爸爸是我的向导，遵循在每一个行为中呢遵循 Srimad， 那个就是爸爸的指示，他是 Sadguru 向导导师，所以爸爸呢导师呢正在引导我们，我们也是一整天也是需要有人引导，对吗？但是一切我不清楚的不明白的，我要去做决定，所以我要寻求我的这个向导呢来给我指示。通常我们在做执行行为时，我们有很多思想在我们的心思中，其实呢应该只有爸爸，那就是被称为呢行动瑜伽者，没有其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导师向导，一整天呢都是非常有趣的。如果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意识，对我来说很多次呢，当我要做什么某些决定的时候，我就会记着爸爸，只要跟爸爸保持跟爸爸在一起，甚至是几秒钟几分钟，但是都会有很清晰的这个答案的。And then also，而且然后呢无论什么我要分享的，我当然第一个呢当然是跟爸爸分享。如果我觉得某些事情是非常好的，我第一个呢就应该当然是跟爸爸分享，因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心智的瑜伽呢是跟爸爸一起的。如果我的心智的瑜伽是跟爸爸一起的，那么我们才能够，当我在执行行为时，我的心智呢就会去向爸爸了。所以行动瑜伽者呢就恒定的，就是一整天呢恒定的那个陶醉感。
那个喜悦，超越感官的喜悦，那种快乐呢，是可见的。当我们在做服务时，当我们在做服务时，都可见的。我们做谁的服务？所以 Brahma Baba 当他在吃饭的时候，爸爸他就是爸爸的这个马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制造出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是给服务的，对吗？不是指身体，因为我们知道通过这个身体，我们要做无私的服务。任何类型的行动行为呢，这个身体也是重要的，对吗？甚至即使我是要在做这个心思的服务，我的心思，我的身体也是要健康。如果身体不健康，心思也不能够好好的想，所以这都是要。所以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不只是值得，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力量。记着，昨天就好像我们要在听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说什么将2022年呢将会发生什么，将会2024年，所以怎么会发生？如果你真的是，你如果是这样被他所影响，就有很多的这个畏惧，这个会发生，那个会发生，所以你听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只要记着爸爸。我们都要去印度，对吗？其实等待着，期待。所以当在4年中呢，我们就会到达那里了。我一直在说爸爸，爸爸会带我们去到那里。因为这是无论那是有，就是最后一次从印度回来，就是有些东西呢，有些飞机也没有停止飞了，所以不确定啊，这些等等的发生了。What we do, remember Baba. 我们能做什么？就是记着爸爸，记得爸爸。所以我必须要制造这样的这个练习，就是对爸爸的这个思念。然后无论我们是我们的心智会被这些世俗的东西事情所吸引，还是我们的心智会被爸爸吸引？所以这个身发生了什么，那个发生了什么？ Baba is with me, whatever happens. 爸爸与我同在，无论什么发生了什么，爸爸都是与我同在的。所以戏剧呢，一直呢都是永远是有利益的，有益处的。所以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练习，我们的心思会到处的游荡的，那会过去，会想着过去了，去到过去、未来这样。是那么，爸爸说 ，The focus is not there because 专注不在那里，因为过去的东西、未来的东西，这个那个，所以我被干扰了，就不能专注。所以要有完全的这个专注呢。My intellect is only with 我们心智只有跟那一位同在，所以这个是要有很多的注意。这就是我的体验，我注意到说这是多么快的，我们的心智呢可以被某些东西所影响的。所以，但如果每一刻、每一次的呼吸，在我这个生活这一世 ，I cannot waste it, right?我都不可以浪费。所以行动瑜伽者的生活，我在提到的就是你要有很多的快乐呢，去做一切的事情，不是被强迫，有强迫性的，因为我要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职责，不是那样的。你要有爱，用爱的去做，你就会快乐。
甚至是我们有什么部门的这个责任啊，我们要去做啊，去做你的工作啊。但是 keep singing the praise of Baba， 就是你要一直呢唱着呢赞美着爸爸，唱颂赞美爸爸。我记得说 keep singing praise of Baba， 我们是不是一整天呢都是在唱颂呢赞美着爸爸？ So we have to create that habit， 我们必须要制造那样的习惯，我们要使它成为无论我们要得到的什么的力量，快乐。So I thought that this is a very, very. 所以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有趣的这个主题，就是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家庭作业，使爸爸成为你的伴侣，在爸爸的思念中。It doesn't mean that you won't be able to. 这不是说。你要去 你在专注你要做什么，你将会的。好，其实一个非常 简单的东西，你在做东西，你应该记得谁呢？ Offering to Baba, so there should be Baba's remembrance. 所以我们、就是敬饭啊，这些是不是在爸爸的思念中呢？我注意到说我们有这个习惯，说我们的身体感器官感官呢，就是会遭、被影响。如果身体器官的影响，就会影响到我们心思和心事。我知道在我的 Brahmi 的生活中，那就会有我有拥有 很多的这个陶醉感，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爸爸的，爸爸给我们的一切是带来了很多的陶醉感。所以再次我们在做家庭作业时，我其实呢非常就是期待呢明天的这个家庭作业的。因为 我喜欢家庭作业，因为一整天呢 我会记得说、我一定要做我的家庭作业，那么你就会去使用你的心智了。然后我们集体的这个也是我们一起做，然后这是今天甚至是一天的练习，但是这是给长期的。我知道这是行动瑜伽者，有些人以为这是在做事情呢，这个行动呢是给爸爸而做，但是你是一个行动瑜伽者，就是去看我，甚至我在这个关系中去看爸爸其中的一个品质，爸爸的 神性就在母里中、他就会一直说我是那一位呢，净化你们的，洁化你们的，我是那个信祝福的给予者。爸爸讲了很多他在做什么的事情，所以甚至呢我们要停止下来去片刻说爸爸是给予者，爸爸是那一位呢滋养着我的，只要一两个思想就够了。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样去做，当我们在做执行行为时，在这个之间呢， And we shouldn't be shy to remind each other. 我们也不要感到 害羞去提醒彼此的提醒。I come for all of you. 我只有在今时代我们会得到这个纯洁的身体。我们要拥有多少的爱，还有多少的这个兴趣呢，去成为使我们成为非常非常纯洁和值得的。这是他对我们的爱，对吗？对我们这个灵魂的爱。我们要从不纯洁呢成为非常纯洁的。所以一旦我记得这，所以我在记得爸爸就是成为纯洁了。我想这个奇迹呢会发生在爸爸的思念中。
really there. 当我们在执行任何的行为时，这是会发生的。首先，我们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收获成就，也是那些还有在做服务的，他们也会得到祝福啊、这个力量的。所以要无限和恒久的。Do karmas and 为了的去做一个，就是做当我们在执行行为时，当我们在执行行为时呢，记得爸爸就会带来快乐喜悦。Om Shanti。Om Shanti. Om Shanti. 弟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美丽的这一课。等下我们会有跟我们的小天使们在一起。让我们来到阿维蒂旅程，来听萨卡尔莫雷。灵魂呢会起舞，当他们听到真理时。Gopis 在陶醉中起舞，在汇合时代，这对孩子们的赞美，我们在思念中，在他的思念中飞翔。我们听这个崇高的版本，在超越感官中呢起舞。在德里拥有一家公司的人，每天早上都会通过捐赠金钱和衣服来做慈善。这是我所听说的，慈善也是通过分发食物来进行的。在阿姆达巴有一个神圣隐居处，圣人的隐居处，每天都有油炸面包，就是布丁和不知道他们其他什么东西被给予。这就是爸爸所听到的。会有人看到并前来吗？有人住在那里吗？你没看见也没听说吗？在阿姆达巴呢有某人，这是我所说的。所以每天呢在那里呢开一个厨房，做大量的油炸面包和布丁，很多人吃了就走，这是为隐士者们准备的。很多这样的大厨房，哈里多就是这个一个地方呢，也有一个，这很常见，我见过很多。爸爸自己呢曾在许多这样的地方捐赠。现在所有这些都与膜拜的道路有关，对吧，我的孩子？最主要的是在今时代不会有任何圣人，在那个世界我们将只有一个宗教信仰。看，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指示，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因为他之前呢确实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他。父亲也听到了这一切，他们也一直在说，然而他们不知道，但以后呢他们会知道的，如果他们也继续这样写，继续解释。 Bharatwasi 就是 Bharat 的居民，认为以前存在的 Bharat 呢有一个政府，一个王国，一种语言，然后就是宁静祥和和快乐，这就是被称为快乐之地天堂。现在这不存在了，
现在是地狱，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那里？所以那一位解释这一切的应该是相当聪明的。如今爸爸强调向他们解释，他们在巴勒，那是神人的王国，原本永恒的神人王国，这是在没有其他王国的时候，这也可以被称为那神人的 Vishnupuri， Vishnu 之地。那所以那里只有多少人，想想现在有多少人，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也是 Tamopradan， 是处于最高层面的不纯洁的。新的世界也必须要来，那么世界的毁灭肯定要发生的。如果没有 Mahabharata 的战争，整个世界就不可能被毁灭。因此需要向前来的，需要向前来的这个些知名人士呢解释这一点，以便在世界毁灭之前，他们可以从父亲那里索取继承权。对那些做努力的，不应该是听到天堂要来了，天堂要来了就高兴，其他不做努力的，在成为 神性的学生后不学习，这是神的版本，我教你们 Raj Yoga 黄道瑜伽。现在我们说这是神的版本，他教我们黄道瑜伽，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必须成为 Brahmin 来学习黄道瑜伽。如果我们不成为 Brahmin 或 Brahma Mani， 那么我们怎么能学习黄道瑜伽呢？然而不知道在展览会中会发生什么，要抓住人们并向他们解释是很困难的。在这里我们很好的抓住他们并解释，但他们呢并没有触动他们，但他没有触动到他们。如果任何心事是达摩古尼不纯洁的品质，或者被这些就是那个 God Rich 锁住，那么心事根本就不会打开。他们只是说是的，他们对他们听到的一切都说是的，并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说这很好，你们解释的方式很好，没有人能够以这种方式解释，只有这么多。如果他们写的话，他们会写并说这个解释非常好，但他们只是理解了两天。但后来呢，爸爸说他们成为工具，成为臣民。这种知识需要宽广的心智，只有少数孩子会有，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对吗？孩子如果心智不那么好，他们就不能吸收那么多知识。现在是少数，但以后会有更多的孩子，他们会获得变得相当聪明。最后呢，会有更多的人不断的到来，他们也会明白。那些早来的人不理解那么多，但那些晚来的人就会理解的更多。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什么，一切都肯定被摧毁。然而为了维持我们的生计，我们肯定要需要确保一些东西。即使在维持生计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神的名义保留一些钱，就像无知的时候一样，我们在膜拜的道路上也是如此。有些人保留一个拜萨，就是硬币，有些人呢，印度的硬币保留了两个硬币，有些人会给乞丐一个硬币，但富人呢会给更多。因此我们以一个意图给予，而他们以另一个意图给予，但他们的意图是神会在下一世给我们回报。不同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给予是为了在很多事会获得。现在那些理解这个差别的，他们心智中会出现他们应该从某个地方或其他地方找到更多的方法来保存更多的东西，并保持在这一边。你存的越多就越好，但父亲仍然在那里。因此如果有人需要什么，父亲就坐在那里。看爸爸说，如果有人需要任何帮助，那么对于勇敢的孩子来说，支持他们的父亲随时坐在这里。 Thank you. So now let's start our happy world. SoToday is day 21. 现在让我们来到快乐的世界。When you perform actions,
As a karma yogi, 作为一个行动者，执行行为时，你就会从痛苦的波浪中摆脱出来。Because of always being detached, 由于总是超脱了，你保持充满爱的。To enable actions, 行为能够作为主人来执行，这被称为从束缚中摆脱出来。Such souls will be happy. 自己会保持快乐 and will 也会给他人带来快乐。गरम करने से दुख की लहर से मुक्त हो जाएंगे सदा यारा होने के कारण प्यारे रहेंगे मालिक होकर करम कराना इसे कहा जाता है बंधन मुक्त ऐसी आत्मा सदा स्वयं भी खुश रहेगी और दूसरों को भी खुशी देगी Shanti. नैनों से चल के प्यारो बाबा नैनों
से चल के प्यार पाए है सुख संसार बाबा पाए है सुख संसार मेरे